迎收看五二动起来，我爱动起来，我是林文。先来看高球消息，台湾好手钱佩云在北爱尔兰世界邀请赛有机会在第四轮争冠。三轮结束后战列第二名的他，在最后一回合缴出71杆，最终并列第四名。虽然无缘 LPGA 生涯首冠，但是还是写下了今年球季的最佳成绩。就是一定会紧张，但是一定有方法去解决每一杆，所以我觉得这几天我都做得蛮好的，然后跟我的杆地也配合得还不错，所以我会继续努力。第三回合结束之后，钱佩云接受访问时就表示，觉得自己有进步，做得还不错。尽管最后无缘冠军奖杯，但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亮眼，也收获了本季最佳的第四名。我是林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